我认为还是有当拍拼的空间。现在直播卖货等时间，不如咱就家己直播卖物件看卖。我希望我的查人会当大家拢真快乐，我欢喜，啥物拢来操烦。你得好，好好爱你家己。你走吧。听闻是嘞，想袂到连到最后，拢予你这尔委屈。查理，我知你无可能接我的电话，唔知你伫个天顶，敢会听着？啊！代志的物件拢有啊。我真正无希望咱俩做伙时阵，一直付出，一直替让，安尼我的心袂足疼的。两个人互相依赖，所以其他的原因要放弃这段感情。这种不甘的痛苦，我知道，我了解亚芳现在的心情。我拜托你，你得给我好吗？也放过你自己好吗？那记者拢已经知影大姐害死大兄的代志，网络顶端闹消费者咧要求讲要办拒卖活动啊，只要是咱公司的物件，伊拢无要买。我认为还是有当拍拼的空间。现在直播卖货等时间，不如咱就家己直播卖物件看卖。我希望我的查人会当大家拢真快乐，我欢喜，啥物拢来操烦。你得好，好好爱你家己。你走吧。走啦！听闻是嘞，想袂到连到最后，拢予你这尔委屈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